中区李思雍师姐要跟上人分享他们今天他们陪伴个案的成长的喜悦。陪伴案家不只是出来经济的问题，我们重视的是孩子的教育。如果没有慈济这个单位的话，其实我已经放弃了学业，因为在爸爸那一段生病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人生真的是荡到谷底。那还好就是除了身边的老师的陪伴，那再就是其实慈济的各位师伯师兄师姐真的待我真的像家人一样，我真的非常的感谢慈济。在我爸爸出事的这段时间，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动力，让我继续往下走。所以慈济人啊，如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会听那个声音，有人提报了这个声音，那有人呢记录了这样的个案送到了我们的手中，那总是呢我们一定会用心利用很多的因缘，辗转去找出有人看到有人听到这样的线索了，都是呢可以把他拉进来，又给予他的因缘帮助他，这都是呢只要有心有愿就有力，一定会成功。这三花都是拉车向前行，这只大白鸟它很脚踏实地，任怨任拿，像金色的师父，一日不做一日不死的精神。的确要脚踏实地哦，你要天天都要用功，这叫做脚踏实地。好，自古师伯在社区推素，也教我如素煮素。我已经吃素快3年了，虽然简单煮，有一天我可以煮好吃的素食给家人吃。自古师伯不仅教我这些，还跟我结缘经书《妙法莲华经》。感恩你们，工作人员，谢谢。好有智慧。很感恩师公上人创办了慈济基金会，然后让我从国小到高中都能安心就学，不用担心家庭的经济问题。也很感谢师姑师伯们10年以来的温暖的陪伴与照顾。我想要考上医学系，我从小就是看过师姑师伯到处去帮助了很多有需要帮助然后有困难的人，我想要向他们学习。未来我希望能像师姑师伯他们一样做志工，最好是未来能够穿上白袍，帮助就是有受疾病之苦的民众们。我想成为一个医治病人，像是把他们当作家人还有亲人一样看待，想当一位好医生。孩子他有心有上进啊，期待他要发挥爱心去发愿啊，除了将来要当医师以外啊，总是呢不是医匠，是要人医，能做好一个好医师，不是做一个讲哦真牛的医生，干那牛啦为利益啦而追逐名义的医师，没有太大的价值观。最重要的这一位医师果然有爱心，愿意呢用生命走入生命去抢救生命，我爱的是这样的医师。要做医生是真好，但是呢一定呢要培养出一份生命中的大爱，
才能呢守护生命，守护的人人的健康，守护的那一份的真纯的爱。这是我想我们大家期待的好医师。看到这个孩子在化验，我期待他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大医王啊。所以说这也都是要用时间来等待，也是呢用时间来考验，考验这个孩子的化验，他的情操，他的品德，他可以呢让我们看得到。所以我们呢用心用爱培育他，那就是很有价值的名医好医师。总是呢时间成就一切人间的好事啊。所以我时常都说要把握当下，当下呢这样的因缘，我们呢要把握它，那还要呢成就它，自己发心愿，也要呢发心立志，守志不动，才是真正的行在平坦的大道上。要那么哈，心态不轨啦，人心不净化啦，总是呢乱言不断的产生，灾祸呢不断的扩大。同一颗地球，同是一片天的天盖之下的地上，才看人间事啊。我们人啊应该呢看借镜就镜，好好反观自己，我们啊是很有福，我们要很珍惜我们在慈济里可以听看，还可以呢跟我们啊很有关系的慈济的慈善，哪里有苦我们可以关心，我们可以分好的力量，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把它累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点滴累积啦，可以呢跨过在多少多少贫穷苦难的国家，多少病苦无依的人能得救，这都是看在我们那样的爱心的汇合，那样的滋润他们的生命。看到了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呢为自己啦一分的祝福啊，家己真有福哦！我天天都知福，都为自己说真有福。后面的那一个念头，我该付出，我该回馈。我们过去一生造了多少的福，那行了多少善，才能得来我们今生呢有这样的环境，有这样的福报，生活的稳定，这都是呢我们要感恩过去生的所造的福。所以呢我们今生呢人最福更大，人越多这个福呢越汇合起来，这福加福啦，所以可以呢拯救更多人，造就更多的
有才华的孩子，他们培养未来社会的人才，这东西吼，大家人爱教我啦，叫我都做代志，要不然呐，我尽管我很花心要做，我很有钱要付出，但是我一个人眼睛所看的范围总是安尼两点，听到的也是安尼两点。一个人帮助的几个人而已啦，要在很多人汇合起来，点滴付出，大家有系统的去帮助，那就可以了。天下啦，无所不见，无所不造福。